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过年大家都会买刮刮乐或是乐透，看看是否有机会可以成为富翁。刮刮乐中价格500元的金泉奖新年快乐中奖率高达 100%， 但有可能中500元以下的奖项不见得一定可以赚回来。不过有款刮刮乐赚钱率高达 22%， 是所有刮刮乐里面比较不会赔的一款。三立新闻报道，刮刮乐 CP 值最高的是1000万年终奖金，每张1000元，中奖率有 69%， 但虽然中奖还是有可能只中1000元以下的奖项，但这款刮刮乐的赚钱率高达 22%， 也就是说中到高于1000元的几率有 22%， 是所有刮刮乐赚钱率最高的一款。其他赚钱率高的刮刮乐还有500元的金泉奖新年快乐，中奖率 100%， 赚钱率也有 15%， 也是 CP 值不错的一款。最热卖的2000元刮刮乐2000万开运发财金中奖率为 77%85%， 但赚钱率只有 4%5%， 要中到比2000元高的奖金实在不容易。